跪下！碧瑶，我们马上就要被开刀问斩了，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我们跪的这个地方，有多少人含冤而死？是啊，今天又多了两条被冤死的鬼魂，不知道我们的灵魂飘到哪里。我死不足惜，可是我不甘心。你这狗官，贪赃枉法，乱杀无辜，草菅人命，你不得好死！来人，给我斩他的嘴！是。打得好！哎，不知道今天这两个人该不该杀呀？哎，又是个冤死的鬼呀，说不定。你小心点，不想活了啊！住手！碧瑶，事已至此，什么都不要说了啊！可是我不服啊，我就是要骂他，狗官，狗官，你就是狗官！碧瑶，我死也要说！给我狠狠地打，打得他闭口为止！你这狗官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变成鬼也要捉你！我看你们到底还能硬多久？去死吧你！住手！碧瑶，碧瑶，碧瑶，玉帝，不要再说了。午时已到，斩！救！救！救！刀下留人！陈仙灵。参见八府巡案。你这贪官，见到本官还不下跪？你这贪官，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和王氏兄妹狼狈为奸，陷害好人。要不是蔡氏夫妇向我告状，你这个贪官不知要害死多少好人。大人，饶命啊！饶命！来人，走！把那贪官和王氏兄妹给我拉下去。是。大人饶命！走！大人，怎么办呢？走！站住！别动！恩公啊，听说你们被王氏兄妹陷害，我们找来八府巡案来救你们呀。幸亏我们及时赶到，要不你们就危险了。吉兄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想不到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你都成八府巡案了。哎，多亏了金兄帮我破了几场大案，使我在官场上一帆风顺。要不是蔡氏夫妇向我报告，今天我还救不了你呢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好。
说来话长。好，那我们把酒长谈。好。嗯，请，请。啊，陈兄啊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我们就此告别吧。既然你执意要走，我就不留了。望多保重身体，一路平安。陈兄，你多保重。保重。你们二位多保重吧。嗯，祝你们幸福。嗯，你也要多保重啊。再见。嗯。请。停！老爷，哎，什么事啊？前面躺着两个人。啊？啊！这，快快快快，把他们抬回去。是，来来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，搭把手。哎，好。哎，卖梨啦！哎，卖梨。哎哥，弄个梨吃。这梨太甜了。哎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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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哎，几位大爷，哎哎哎呀，别拿，这这，走，我们走走。哎，你还没给钱呢？给你钱，脑子有毛病吗？我跟我哥吃你一个梨，怎么了？这是看得起你，知道吗？哎，你们讲不讲道理啊？光天化日之下，明抢明夺，还有没有王法呀？王法，我就是王法，给我打他！打他！打！哎呦！打！使劲打！哎呦！别打了！哎呦！行行行行了，不打了不打了。没意思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老头啊，嗯，太不经打了，一点就倒了，就是，哎，一会儿我带你去看杂技，新来了一个顶碗的小姑娘，哎呦，长得还挺漂亮的，哎，我不去，啊，你去找靓妹，我还没帅哥呢，哎，还有啊，哪儿啊？那顶杠的不错呀，人高马大的，哎，你一钓他准上钩。真的？啊，真的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200多斤呢，还不把我压成肉饼了？哎，那个耍叉子的那个，那旺仔也不错啊，人机灵，哎，脑子还挺聪明，我看他准喜欢你。耍叉啊，瘦得跟猴似的，要去你去。不过。那个少春挺帅的。哎呦，又发情了吧？哎，哥，你看娶媳妇的新郎不错，没错，抱抱他。哎，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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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办喜事儿也不通报我们一声啊？就是啊。小芝婚事只请了3600，我家与公子并无交往，所以不曾相告，还请公子见谅。既有这种好事，总该补偿补偿吧？一点意思不成，不成敬意。这点碎银子，够补偿什么的呀？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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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下马，听见没有？你给我下来！哎呦！哎呀，公子没事吧？公子，别向你报仇啊！你看是我漂亮，向你报仇，还是你的新娘子漂亮啊？小姐报仇，请你自重一些。哎呦，害什么羞嘛！秦郎官，你可占了我妹子的便宜了啊！那我可得关照关照新娘子了。哎，不行不行啊！让开让开让开！走开走开！哎呀！过去过去！哎呦，小娘子，来吧！行啊！什么呀？别扭扭扭！爹，公子，我这里有一些银两，给您啊，不成敬意，您放过他吧。那倒是懂理的。不过呢，这钱呢，我是收下。人嘛，带走。那个公子，一年之后到我们家去接新郎新娘。对，
这钱嘛，人嘛，我都要。来呀，走，我带回去。是，走，我带回去。快点！哎呀，你怎么样？还有点意思。放我下吧！这个怎么办呢？啊，真是家门之不幸啊！是啊，以后接回来清白也没有了。这王氏兄妹，这也太可恨了。放开我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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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男的是你的，女的是我的啊！多新鲜呀！那女的，我要她干嘛？切！切切！哎！哎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你说我们老爹又在干什么呀？看看他从哪儿抬回来的？这是老爷从树林里救回来的。啊，树林里？嗯，哎呦，好臭啊，你臭死了。脏，咱们老爷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找两个乞丐回来，找他问问去。走。嗨，老东西，出来，过来。哎，老东西，那个老东西啊。哎，老爹，哎，我问你，人家有捡金子、捡银子的，你怎么捡俩叫花子给弄回来了啊？可不，这两个人是我从树林里救回来的。这，你以为我们家很有钱啊？救两个叫花子回来？我也是积德行善呐，你们不用管啊。来，抬进去。啊，你脑子有问题吧你？哎。快，抬进去，去。哎哥，你看看，他真来劲儿了。你有毛病，真是的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把他们两个嘴封起来。大夫，你快可以看看，这两个人伤势如何呀？来，大夫，快看看吧。员外，这二人只是皮外伤而已，并无大碍。你派人去我药铺取两副药来，等他们醒来之后，给他们服下去就可以了。我先告辞了。哎，有劳。碧瑶，老爷，碧瑶，老伯，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在哪里啊？哎，这是老汉的家，我刚从树林里把你们给抬回来，你们先在这休息，洗一洗啊，在这里安顿下来。放心，这里还是很安全的。谢谢老伯。二位请。好。多谢王员外救命之恩。哎，不用客气，一会儿二位就在这里休息，待会儿我请二位来用餐。好，我先告辞。多谢王员外。哎，不客气。多谢您了。哥，告诉你啊，今天真开心呐。哎，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我们走。哎呦，帅哥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深更半夜的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到这黑漆漆的后花园，我看你们俩没什么好事儿。哎，哥，你说呢？就是。哎，妹妹，我看呐，咱们把他们分开关起来。分开关起来。啊，这男的嘛归你了。这女的嘛，哎。
把手放开。哎，哥哥，消气儿，消气儿啊！哎呦，帅哥啊，别假正经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小妹妹，哟呵，还不好意思啊？哎，我，嗨，你敢打我？耶！哎，朋友，你们这个打五个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嘿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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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嗨，嘿，娘，嘿，我爱你哈。二位是王员外的公子和千金，我在这里给你们二位赔礼了。二位请。走，我们走。走吧。啊，二位，二位请。啊，王员外。好，请请请，请坐。二位官人，休息好了吗？啊，多谢员外，我们休息得很好。员外失德济世，救人于危难之中，令晚生感恩不尽呐。万事皆缘，老夫有幸帮助二位，那也是天意呀。不知二位为何昏迷在树林中？员外，是这样的，小女家住霍县境内，与哥哥赶路，不幸遇到山贼抢劫，侥幸逃得性命。二位受惊了，老夫略备薄酒一桌，为二位。爹，给我拿来。就是，你给我。你脑子有问题呀？对着外人又说又笑的，怎么？我们兄妹二人不是你亲生的？你瞧着我们不顺啊，传出去以后我们怎么做人呢？哎，这老爷子说话向来就这样，哎，从来都不分里外。我们呢真不是他亲生的，最可恨的是啊，他居然还帮着外人在家里行凶。哈，适才对二位多有不敬，我在这里借花献佛，敬二位一杯，以表歉意。二位请。哟，既然这位帅哥这么会说话，小妹我先苦后甜呢，那小妹我再敬你一杯。哎哎哎，那我也来。那小妹就再敬你一杯。对不起小姐，我们不胜酒量。哎呦，来嘛，帅哥，再喝再喝。哎呦，来呀，我不会喝酒。客人刚到，成何体统？老东西，吃你的饭。扫兴，就是。哎呀，小姐啊，今儿晚上咱们后花园。哎，帅哥，慢慢喝啊，晚上见啊。哎呀，员外。我在这里虽然平安无事，但我们却天各一方，给你增添了牵挂和思念。我不能在你身边照应，一道寻找太子，实在对不起啊。
兄与弟本是兄弟，为什么他们的本性却有天壤之别？一个大善，一个大恶，一个完美绝伦，一个卑鄙无耻。为什么命运对我这样不公？你还没睡啊？我还没睡。念儿的声音多美啊，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变成一只鸟，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的和自己心爱的伴儿飞翔，那该有多好。你们什么人啊？求求你们不要杀我们！我们不是来杀你们的，来，起来再说。你们两个怎么会被关在这里啊？我们是被王有德那对恶兄妹抓过来关在这里的，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们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难道没有人管吗？他们勾结官府，横行霸道，欺压乡里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们如此嚣张，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们不可。表，我们先把他们救走再说。走，走吧。来，快走。哎呀，刚才那事，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去哪儿啊？你们这对恶兄恶妹，欺男霸女，我们岂能不管，任你们胡作非为？哼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管太多了吧？啊，我奉劝二位一句，为人要多做善事，等死后才能升上天堂，否则的话，就会下地狱。哼，什么天堂地狱啊？那是死以后的事儿，我现在管不着。我也奉劝你们二位，把他们俩给我放了。二位，我希望你们放他们一条生路。哼，放不放是我们的事儿，你管得着吗？管着管不着，这件事我们管定了。嘿，我看你们活得不耐烦了，杀！
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对恶人啊，今天不杀了你们真是天理难容。哎，手下留情。手下留情。爹爹爹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危害乡邻，是恶不赦，还不快赔礼道歉呢？顾饶命。大侠说的对啊，我们要上天堂，我们不要下地狱，我们要好好做人，好好做人。说的对，安公看在我爹救了你们的面子上，饶了我们吧。是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我们吧，饶了吧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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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快起来吧。滚。是，走。滚走。哎呀，他们总归是我的亲骨肉啊，总不能让他们横尸街头啊。哈，对不起老伯，都是我们一时冲动才出此下策。哎，孽子啊，孽子。多谢二位救命之恩。哎呀，快起来。没事了。你们快回去吧，快回去吧。好，我送你们回去。走。恩公，我们昨天夜里都想过了，决定痛改前非，特来向你们二位请罪。是啊，希望二位喝完我们敬的茶，能够原谅我们，给我们兄妹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。两位言重了。只要你们能悔过自新就好了。是啊，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孝敬年迈父亲，好好待他老人家，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。好，你们起来吧。如果二位不喝我们敬的茶，那就说明恩公你们不肯原谅我们。是啊是啊，你们俩要是不喝了这杯茶，我和我哥就长跪不起了。就是。二位，既然他们有悔改之意，你们就接受了吧。希望他们真的得到了教训，重新做人。请喝茶。好，我们喝。膝下有黄金，哪能随便跪呀、你们俩非要好好教训你们不可。教训你们两个畜生，恩将仇报，竟然下毒，我跟你们拼了。死老鬼，我把王家财产全拿出来。呸，这王家世代的财产全都被你们给花光了，现在就剩我这条老命，你拿去啊，拿去吧，你拿去啊，去你吧。你们都过来。是是他们两个杀了我老爹的，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慢着，还有，他们是谋财害命的，对不对呀？对。过来，把他们给绑上。是，好，送衙门去。好。青天大老爷，你可得为我们兄妹俩做主啊。是啊，大人，我爹他死得好惨。到底怎么了？你爹出了什么事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昨我们家可出了大事了，我爹被人杀了。哦，有这样的事儿？到底是谁人所为啊？大人，我爹他一向乐善好施，前不久从树林里救回了两个人，
我爹见他们兄妹可怜，就把他们给留下来住下了。可谁知道？谁知道这两个人兄妹是假，这副淫妇才是真。为了我们家的地契房契，他们竟然起了歹意，杀了我爹。请大人将他们两人捉拿归案，判他们入狱。对，还要砍了他们的头。哎，对，这样才痛快。可不，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哼，你们俩不要谁喊捉谁了，本官心里明镜似的。哎，大人，您心里明镜似的，可小人心里还不明白呢，还望大人您指点。好，我就给你指点指点。这凶手恐怕另有其人吧？没有，大人，当时我们兄妹俩亲眼看见的，怎么会另有其人呢？就是啊，大人，我爹他死得好惨呢。是啊，大人，既然是亲眼所见，那你们说说，是男的杀了你爹，还是女的？女的，男的，你们还瞒得过本官吗？你们俩早就看你们家老爷子不顺眼。一直想霸占他的家产，苦于找不到机会，这下好了，好不容易盼来了两个人，你们想把罪名嫁祸于他们头上，你们俩的这点小九九还瞒得过本官吗？大人，您恕罪啊！大人您恕罪啊！您恕罪！你们两个人平日里不是偷鸡就是摸狗，横行乡里，哪个不对你们怨声载道？要不是本官看待你们尚未懂事，未加追究，你们还能活到今天吗？哎，这次还望大人庇护，还望大人庇护。是啊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本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令，又没有通天的本事，怎么庇护你们呀？哎，大人，您是我们的父母官。我们兄妹二人的小命呢，就全在您的手里了。对呀。至于这个通天嘛，大人您不是常说吗？这钱财既能通神，也能通天，您就帮忙给通一通啊。这怎么行啊？那这给您先拿着，我回去把老爷子的家当清理清理，再来孝敬您。这保命要紧啊。大人，这个您也拿着。那对奸夫淫妇实在可恶，你爹好心救了他们，他们还恩将仇报杀了你爹，本官一定替你们伸冤。谢大人，谢大人做主。大人，这两个人罪大恶极，一定要斩草除根呐。对，这个本官自然知道。大人，以后还请您多到我们王庄来玩。是啊，我们兄妹俩一定把您当我们的亲爹一样服侍。一定会，一定会了。不敢，不敢，我还想多活几年呢。见到本官还不跪下？我没有犯罪，为什么要跪？来人，叫他们跪下！有，跪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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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义爹，堂下犯人，你们可知罪？我们并没有犯任何罪行。王家兄妹告你们谋财害命，霸占家产。什么？王员外被杀了？你可知罪？是王家兄妹栽赃陷害，根本与我们无关。哎，大人，小人真的没有诬陷这两个人啊！昨天他们在我们家杀了我的爹，并要谋夺我们家家产。老爷，您要不相信的话，可以问问我们家家丁，他们全都看见了。他们都可以作证。启禀大人，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杀了我家老爷。大人，他们与王家兄妹蛇鼠一窝，串通一气来陷害我们，请大人千万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啊！你们两个刁民，我不用刑，你们是不招。来人呐，在！大刑伺候。来！
的地道。玉帝，把他们两个押到牢房，明日进行处决。是。哎，最后一顿饭了啊，吃好点，明天好上路，免得做个饿死鬼。想不到我堂堂的玉皇大帝，明天就要变成鬼了。人们常说，恶人下地狱，好人上天堂。你这么善良的人，一定不会变成鬼的。我身为玉帝，掌管天庭，掌管世间万物。可是没有想到我会被杀头。这人间百姓常说天意，这天意又是谁来定的？是我定的吗？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了。天意，我不管什么天意不天意，我能与玉帝共患难，又一同赴死，我死而无憾了。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碧瑶，我们马上就要被开刀问斩了，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我们跪的这个地方，有多少人含冤而死？是啊，今天又多了两条被冤死的鬼魂，不知道我们的灵魂飘到哪里，
我死不足惜，可是我不甘心。你这狗官，贪赃枉法，乱杀无辜，草菅人命，你不得好死！来人，给我斩他的嘴！是。又是个冤死的鬼呀、啊！说不定小心点，不想活了啊！住手！碧瑶，事已至此，什么都不要说了啊！可是我不服啊！我就是要骂他，狗官，狗官，你就是狗官！碧瑶，我死也要说！给我狠狠地打，打得他闭口为止！你这狗官！我变成鬼也要捉你，我看你们到底还能硬多久。去死吧你。住手。碧瑶，碧瑶，碧瑶，玉帝，不要再说了。时已到，斩！救！救！救！刀下留人！陈县令。参见八府巡案。你这贪官见到本官还不下跪？你这贪官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和王氏兄妹狼狈为奸，陷害好人。要不是蔡氏夫妇向我告状，你这个贪官不知要害死多少好人。大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来人，走，把那贪官和王氏兄妹给我拉下去。是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！怎么办呢？走走走走走，站住！恩公啊，听说你们被王氏兄妹陷害，我们找来八府巡案来救你们呀。幸亏我们及时赶到，要不你们就危险了。吉兄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想不到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你都成八府巡案了。哎，多亏了金兄帮我破了几场大案，使我在官场上一帆风顺。要不是蔡氏夫妇向我报告，今天我还救不了你呢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好。说来话长。好，那我们把酒长谈。好。嗯，请，请。啊，陈兄啊，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，我们就此告别吧。既然你执意要走，我就不留了。望多保重身体，一路平安。陈兄，你多保重。保重。你们二位多保重吧。嗯。祝你们幸福。嗯。你也要多保重啊。再见。嗯。请。没事吧？我们坐下歇一会儿好不好？不不不，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。我知道你特别着急，想找到娘娘他们，他们一定在哪儿等着我们。我们快走吧。好，我不累。
哎，娘娘，你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让我们去哪儿找玉帝啊？顶不，娘娘身体不适都没有吭声，你倒先埋怨起来了。喂，我怎么是在埋怨啊？娘娘，我觉得玉帝是不可能来这儿的。娘娘，我想也是，玉帝不可能来这种地方。我是在想，玉帝和碧瑶他们俩不会走得太远。天地力量断，情字在中间，多少根红线偏偏心上牵，缠缠绵绵不可断。青山隐作伴，爱是线上线，潇潇洒洒天地间。会变碧瑶，你冷吗？我不冷，我不冷。你这样会感冒的，会生病的。玉帝，不，玉帝，我不冷。玉帝，你穿上啊！我不冷，我不冷。我没事。我不冷。我没事。来，走。我们去那儿问一下。店家，我们开两间房。好，让我查查看啊。好。对不起，客官，就剩一间房了。哦，那我们到别处去看一下。走。一间房就一间房吧。你不舒服吗？啊，不妨事。店家，那就一个房间吧。那好，二位请上楼。
休息一会儿吧，淋了一天的雨，又走了许多路，一定累了。你刚喝过热水，快躺下，发发汗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我没事，偶染风寒，喝口热汤，没事了啊。你先躺下，好吧？哎，不行不行，那怎么行呢？你病得这么严重，如果不好好休息，要是再重了，我可就不管了啊。我到那儿躺去。哎，你，哎，碧瑶啊，这不挺好吗？玉帝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啊。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？晚上你睡得好吗？好好。天哪，你在发烧，玉帝。我没事。还说没事呢，来，你快躺着，我去给你倒杯水来。昨天下着那么大的雨，你非要把衣服给我穿，自己淋着，才弄成这个样子。碧瑶，没事儿，我只是伤风感冒，过几天就会好的啊。怎么会没事呢？不行，你现在伤还没有好，又病成这个样子，不看郎中怎么行呢？碧瑶，我没事，不要去了。我去去就来，碧瑶。哎呀，没事的。碧瑶，什么事啊，老伯？我的家人他病了，求求你快去给他看个病，他已经不行了，老伯。
求求你了！你看天下这么大的雨，我怎么去呀？不去不去，老伯，走吧，你快走吧。老伯，求求求求你了，老伯，老伯！哎呀，快去救救我的亲人吧！哎，姑娘，你慢慢说，谁病了？那是我最亲最近的人了，现在就躺在客栈里，正发着烧，已经不行了。求求你，快去看看他吧！哎呦，姑娘，不是我推辞啊，这阴雨天，我这个老寒腿他挪不动地儿啊。大夫，大夫，我背你去也行啊，无论如何你都要去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么重，你怎么背得动啊？不行啊，姑娘，你回去吧。大夫，啊，哎，大夫，大夫，求求你一定要去呀，你要不去，他就活不成了。哎呀，你走吧，姑娘，不行啊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姑娘，我答应你啊。谢谢你，大夫，谢谢。你说呀，你家老爷他有这样的贤妻啊，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好，我去拿药箱，这就走。怎么样？很严重吗？哦，他就是受了风寒感冒了，给他开几副退烧的药，服下去就会好的。哦，哎呀，这脉象怪呀。
玉帝。好。我在店老板那儿借了个锅灶，给你熬了点粥。你一直都在发烧，没好好吃东西，喝点粥就会好一些。来，趁热喝了吧。碧瑶，这么多天，你也很辛苦，你多吃一点。你太客气了，太烫了吧？我自己来吧。碧瑶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上了。患难见知己嘛，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。大叔，对不起，大叔，打扰您了。哎，有事儿啊，姑娘。我家先生又发烧了，浑身抖得厉害，我想跟您借条被子，给他多盖点，发发汗，也许会好一些。哎，实在对不起啊，姑娘，这两天外边下雨，天凉，那被子呀，都让其他客人借走了。哦，谢谢啊。时间，你都去哪里了？啊，我在这儿，你别怕，我就在你身边呢。在这儿就好。玉帝，你别怕，我不会离开你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会陪着你，好吗？快躺下好吗？你醒了，玉帝。碧瑶，这么多天辛苦你了。哎，这点小事有什么辛苦的？感觉好些吗？好多了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
表。玉帝有事吗？这么多天，也不知道娘娘他们怎么样。玉帝尽管放心吧，娘娘他们一定会平安无事的。是啊，希望他们平安无事。碧瑶，上次跟玉兄大战以后，我伤了元神，现在又和娘娘失去了联系。只要有碧瑶在，一定帮玉帝把娘娘找到。我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恢复元神，等恢复了元神，我们很快就可以找到娘娘。玉帝，无论你到哪里，碧瑶都跟到哪里。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我不愿意离开你，我也好怕离开你。好，碧瑶，我们走。失踪这么长时间，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外面又下这么大的雨，我真担心玉帝的安危啊。娘娘你不用担心。娘娘你要是不放心，不如这样吧，我们出去找一找。胡闹，这么大的风雨让娘娘出去，有的闪失你负责呀。喂，你这死木头，我是在跟娘娘说话，用你多嘴。好了好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在斗嘴。娘娘让我一个人去吧。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呢。娘娘啊，你可不用担心，二郎他呢本事那么大，现在我们呢又没有别的办法，我看就让他去吧。哎，你命令我啊。好了好了，又吵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大家一起去。好啊，这样人多主意多，这样好。行，好。碧瑶，这里是我练功恢复元神最理想的地方。碧瑶，在我恢复元神练功的这个时候，是最为危险的。我想请你做我的护法。玉帝，请你放心。